想必你们都刷到过用史莱姆去仿各种菜的视频吧。本吃货兼史莱姆爱好者已经垂涎已久，咱们今天就一次来玩个过瘾，做他的一桌子菜。哇，这个泥厚厚的滑滑的，放上灵魂配料还有美味酱汁，你就得到了。对对对，看上去也太香了吧，感觉我已经饿了。这才刚刚开始呢，你喜欢的都在后面。妈呀，竟然臭豆腐也能做出来。食材都放碗里，再加入高汤。哎呦，香蕉味的海鲜面已经有三道小菜了，此刻应该来个甜品了。来一碗红糖冰粉吧，藏玉小丸子，小盒子就贼可爱。把汤汁泼到丸子上，酱料需要进行一下艺术摆盘。木鱼花不会是真的吧，味道可是太正宗了，千丝泥丸此刻必须。不过今天他是来扮演热狗的，灵魂撒料。哦吼，还是有知心的热狗哦。你最喜欢哪一款呢？现在我要把它们都混了，下回再单独发给你们。